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行销管理的第十八讲，也是我们课程的最后一讲。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国际行销。在这一讲，我们要讨论六个主题，分别是：是否进行国外的决策？评估各国行销环境，然后要选择国外的目标市场。第四个是选择进入的模式。第五个是拟定。 行销组合的策略，最后要谈谈设计行销的组织。台湾是海岛型的经济，经济发展对是一个很高的贸易的依存度。二零一二年，我们对外贸易的总额是五千七百一十八亿美元，出口总额是三千零十亿美元，而进口是。 两千七百零七亿美元，出口达到三百零三点八亿美元，而我们的出口成长率呢有十三点三个 percent，成绩算是很不错。但是呢，我国的企业在内外环境变化非常迅速，而且呢，国外的挑战越来越高的时候，必须要去突破传统的贸易的做法，想办法分散我们的市场。 同时进行国际投资，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国际行销的营运，这样子才有办法在维持未来的成长跟获利。我们要从事国际行销，不一定啊是要大企业，小公司照样可以来从事国际行销，也可以变成全球利基市场的赢家。而不管公司的规模大小。 我们在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必须要做好下面六种重要的决策。各位看这张图上呢，国际行销的主要决策呢，可以分成六项。第一个呢，就是要决定到底要不要进军国外；第二个呢，要去评估啊各国的行销环境；第三个要选择国外的目标市场，也就是要进入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区？接着呢，要去选择进入的模式，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入这个市场？第五个就是要拟定我们的行销组合策略，最后还要设计适当的行销组织。以下我们分别来探讨这六个主题。第一个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到底要不要进军国外？在进行这个决策的时候，我们必须对于 国际贸易以及整个经济体系的运作有所了解，同时我们要深入去评估国际市场到底对于我们公司未来的营运的收入，对于我们未来的利润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国际贸易的障碍。公司在把产品卖往其他国家的时候，常常会面临到各种不同的贸易的管制。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关税，也就是外国政府所收取的一些税金。通常它会根据商品的重量、数量或者价值来克征。主要目的呢是要增加政府的收入，同时呢保护该国的国内的产业。那么出口商也会受到另外一种限制，就是配额。 也就是说，输入国对于特定的商品呢，它的进口的数量加以设限，来减少它的外汇的支出啊，同时也保护他们的国内的产业。另外，公司也可能其他啊，有一些其他的非关税的障碍啊，比如说啊，我国政府也曾经为了减少对于日本贸易的逆差，啊、或者是。 啊，这个降低对于美国的顺差，呃，规定有些商品呢，啊，只能向啊欧美去购买。另外，我们也考虑到国际贸易所存在的一些助力。固然国际贸易存在很多障碍，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力量来促成国际经济合作跟贸易自由化。其中，关税及贸易总 协定，简称为 GATT，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协定，经过多回合的谈判，促进了世界的贸易自由化。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里面呢，终于促成了 WTO，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啊的这个存在。那么，贸易世界贸易组织呢，它比这个 GATT 呢？ 进一步发展出争端解决的一些机制，而且它的这个呃法庭的裁判啊，也具有国力、国际制裁的这种力量，所以呢，它让整个国际的这个呃世界贸贸易,易自由化呢大为进展。另外一个有利的趋势呢，是区域经济的整合，也就是说，国家间区块的。 自由贸易逐渐形成，啊，形成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是经济同盟的协定，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呢，让企业可以同时进入海外的整个区块，而不是单一个国家。比如说，东南亚国协、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欧盟、环太平洋伙伴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是呃非常重要的。 经济啊，整合的地区。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评估啊，国际市场它的发展的潜力。如果国内市场够大，利润够好，很多厂商他們不太愿意去进行国际啊行销，因为呢，他不需要让行销人员去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需要去考虑到这个产品是不是符合国外市场的需求。 等等，但是呢，有很多的因素会促使企业去进行国际行销。第一个呢是国外市场，它很可能比国内市场有更高的成长的潜力。第二个呢是要扩大市场，达到规模经济，提高它的获利。第三个是因为下游的顾客进军国外了，所以呢，我们也必须在海外去提供他们。 产品跟服务，第四个是希望去取得外国的劳力、技术以及其他的专业能力。第五个是国内市场被国外产品入侵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反攻这个竞争者他的国内的市场。最后，我们希望借着海外市场的营收跟利润来分散我们的市场风险。接下来第二个步骤。 就是要去评估国际行销环境，各国市场的大小跟行销环境的优劣呢，主要是决定于这个国家它的总体环境因素。其中第一个就是人口环境，跟人口有关的因素包含人口的数目、它的分布、成长率以及年龄结构等等。那么任何一个因素它的变化。 对于我们产品的需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欧洲某些国家，因为它的人口出生率增加，所以显示对于婴儿食品或者其他产品的需求就会大增。相反的，欧洲某些国家老年人的人口比例提高，啊，代表了老年人的休闲保健的市场会变得更大。各国人口的数目差异蛮大的。 在这张表呢，我们看到人口最多的十个国家啊，其中中国人口最多是十三点五亿人口，印度其次有十二点一亿人口啊，美国有三点一亿人口，印尼是二点四亿人口啊，底下啊巴西有一点九亿人口，这是前五名，其他依次是巴基斯坦、奈及利亚。 孟加拉、俄罗斯跟日本，那么人口的多寡就代表呢，它对于这个市场的需求会有多大？那人口越多，基本的生活的必需品也就需要的越多。但是呢，除了人口的多寡，购买力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的因素。经济合作组织 （OECD） 它的研究就发现。 生育率持续降低，对于 OECD 国家已经造成负面的影响，因为年轻人要抚养的老人越来越多，劳动人口降低，使得经济啊的成长变慢，所以呢，每个人的财富就缩水，它的购买力就大为减少了。那中国大陆是一个相反的情况。 在多年前呢，啊，大陆它的平均所得不到我们台湾的三十分之一啊。那在这几年的经济大屋成长之后，两千啊零十二年，它的这个平均所得已经超过六千美元，再加上它的庞大的人口，所以呢，它的市场潜力非常的惊人。所以欧美很多的汽车公司愿意帮他设计他们。 所需要的国民车，因为只要有百分之三的人口需要汽车，它的需求量就会超过一千辆。中国大陆在二千零九年，它的汽车销售已经超过一千一千万辆了啊！可见啊，这个市场的需求有多大。各位同学，我们休息之后再来谈谈下面主题。 接着要考虑的是经济环境，高所得国家它的市场的特征跟低所得国家当然会有很大差异，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各个国家它的所得的高低啊，这三种啊高中低所得不同的国家，它们有下列的特征。就低所得国家来讲呢，这些还没有开发、所得比较低的国家，包含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 那么这些国家的人民呢，自行生产他大部分的食物、衣服，甚至于房子，市场的交易量呢很少，配销通路很有限，推广活动虽然有，但是呢非常的原始。第二类呢是中所的国家，跟低所的国家相比呢，这些国家人民的购买力已经大为提升，超过了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水准。 所以，常，市场的活动范围会扩大，配销通路会越来越复杂，广告跟推广活动迅速的发展。最后是高所得国家，人民会有更充裕的所得来购买他所要想要买的东西。那消费者呢，不但会去满足他基本的需要，也就是说，他不只是要拥有某项东西，他还要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选择。 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式样、不同的质料的机会。那这个阶段的市场活动范围不但变为更广大，而且会变得相当复杂。配销体系跟推广活动呢都非常的新盛。接下来我们谈到政治环境了。新销人员在评估到底要不要在一个国家从事商业活动的时候呢，要考虑到政府的干涉。 政府对于国际企业最严重的干涉呢，就是国有化，也称为没收。没收呢，有两种形态：一个是补偿性的没收，另外一个是无补偿性的没收。那么，都会让企业呢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另外呢，行销人员对于地主国它的政治的局势也必须要特别注意。政权的转移有时呢会非常的激烈，形势如果很恶劣的时候。 公司的财产，甚至于这个安安全，都会啊造成问题。另外，政府是不是很廉洁，它的行政效率是不是很高，也是我们重要的考量。第四个是法律环境，在企业进行国际行销的时候，要考虑到五个层面的法律的问题。第一个是母国国内的法律，包括。 对于出口国家的管制，对于出口产品管制以及海外投资的管制。第二个是双边条约，也就是两国之间签订的条约，来达到友谊、经济互惠的目的。我国跟重要的一些贸易国家都签订有这样子的双边协议，或者是经济合作的协议，来扩展双方的经贸。 第三个是国际性的组织跟国际化，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会、国际贸易法规委员会、国际标准，或者是保护智慧财产权的委员会、航空通信组织等等。第四个是区域性的组织跟国际化，像欧盟，它是基于《罗马条约》跟《马斯垂克条约》所产生的，而中美洲共同市场。 它也产生了一些区域性的政策跟法律，最后就是地主国的法律。各国的法律可以分成习惯法、成文法跟回教法。那么这三个不同的法系，对啊这个法定的一些规定，往往有很大差异。我们必须加以了解。地主国的法律对于我们国际行销影响很大。比如说，美国。 因为它的贸易赤字很大，所以它就常常引用它的贸易法里面的三零一条款，对外国的一些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加以制裁。其中最令人担心的就是特别三零一跟超级三零一。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文化环境。文化是代代相传的一种行为啊，所以对于我们的购买行为也会造成。 很大的影响。那么，国际行销最难掌握的因素呢，是各国的文化对于我们消费者的偏好以及购买形态造成很大影响。像意大利，在丈夫不在不在家的时候，推销员是不能上门的啊。那同样的，一个颜色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含义。黄色在印度是被尊崇的颜色，但是中东国家却不是很欢迎。 这种颜色，而数字对各国也有不同的含义啊。像日本人，他们喜欢一、三、五、八，不喜欢四跟九；而拉丁美洲喜欢七，不喜欢十三、十四。各国的文化有一些禁忌，比如说我们在印度不能够贸然跟啊妇女来握手，也不能够接触他们身体啊。在欧洲。 我们互宴会的时候可以带花给主人，但是两种花不能送，玫瑰花只能够送给情人，而菊花只是用在丧礼。而在中东呢，我们最好避免使用六角星的标志。接下来就是地理环境了，各国的地理环境对于我们新疆影响也很大。其中第一个要考量就是气候、湿度、温度。 都会影响到产品的正常的运作。比如说，产品如果是供应热带干燥地区，那么它特别要强调它的抗热的能力。呃，地形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各国的人口通常会集中在都市里面，那人口的集中常常会造成啊很多消费的一些呃倾向啊。那么对于 产品的配销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选择国外的目标市场了。公司可以根据几个重要的标准来选择它所要进入的国外的市场。第一个就是目前市场跟公司的销售的潜力，我们必须要去评估啊，在国外市场未来呢可能有多大的潜力，并且进一步去评估。 公司能够创造多少的销售额？第二个是未来市场它的成长的幅度，未来市场能不能够有一个大幅的成长，或者是已经进入了成熟期，甚至于已经开始衰退的？第三个是营运的成本啊，如果营运的成本过高，那么呢，我们进入这个市场很可能是没有办法获利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当地的劳工的状况、他的税金、商场的惯例，才能够估计公司的成本。第四个要考虑的就是我们的投资报酬率跟风险。了解我们的成本之后，跟我们一期的销售额来做比较，就知道我们到底获利的情况如何呢？那根据我们的获利跟我们所投入的资金，就可以算出投资报酬率。而这个投资报酬率呢，要高于我们的资金的成本。 第五个就是竞争的情势啊，在我们很多的厂商在选择国外市场，往往选择最大的那个市场，但是往往呢，最大市场竞争者也最多。事实上呢，我们有时候反而要选择一些比较小而经营呃竞争状况呢比较不激烈的这个市场。我们稍作休息，再来谈谈下面主题。 接下来就谈到选择进入了模式，厂商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很多。那么我们综合了呃一些学者把它归纳成为这张图所显示的六个不同的模式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可以在国内去制造，然后再出口。那么这种方式又可以分成间接出口跟直接直接出口。另外呢，我们可以在国外去生产这个产品。 来，我来进行行销的工作，又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合约跟投资。合约的方式又可以再分为两类，就是授权跟企业生产。而如果我们采用在海外投资的方式的时候，同样的可以啊跟国外来进行合资，也可以来进行独资生产的工作。而这六个不同的方式呢？ 在控制力、摄入的程度、弹性啊、资源需求、风险呢都不太一样。各位看到，当这个企业呢，这个是采用比较间接的方出口的方式的时候呢，啊，可以看控制力、摄入的程度、资源的需求跟风险都是比较低的，相反，它的弹性会比较大。 而相反的，如果是采取投资海外投资产销设设备，而且是采用独资的时候，那么控制力、摄入程度、资源的需求以及风险都是最高啊，弹性呢则是最小。那么底下呢，我们分别来谈谈这每一种形态。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国内制造后，然后间接或者直接出口。 间接出口呢，是指制造商他利用啊我们国内的其他的贸易机构啊，这些像我们台湾最普遍的贸易商来提供它的服务。而直接出口呢，就是由生产者自己来承担国际销售的责任。间接出口啊，跟直接出口来比，有两个优点。第一个呢，是它因为没有需要去设立出口部门或者是海外的销售团队。 所以它的投资会比较小。第二呢，是风险比较低，中间商可以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技术，让卖方的错误呢会减少。自己经营出口业务，投资的风险比较大，但是呢，相对的，它的报酬当然也比较高，也比较能够控制一些策略的执行。第二个是授权，授权是。 授予外国企业使用它的制成商标、专利、制作权、商业秘密，来收取一些费用或者是权利金。授权者可以用很小的风险来进入外国市场。授权当然也有缺点：授权者对被授权者他的生产跟行销方式呢比较不容易去控制，而企业赚取的利润也比较有限，甚至于合约。 结束的时候，被授权的可能是变成我们的竞争者了。第三个是企业生产，企业生产是用签约的方式呢，来委托国外市场的制造商生产某个产品，然后再用我们品牌来出售。啊，企业生产呢，在很多国家使用的很普遍，像保险，在俄国呢就委托当地的厂商来制造，然后呢保险。 来负责行销。第四个是合资设厂，合资设厂是跟当地人合作在设厂营运啊。一些美国厂商在进入啊东南亚或者大陆市场，常常采用这个方式，因为他们对当地市场陌生，而喜欢找合资的对象。最后就是投资设厂，透过合约安排授权给别人，或者跟别人合资呢。 往往会面临到很多管理上的困难，所以很多台湾的企业在后来进行投海外投资的时候，就比较希望呢采用独资设厂方式。独资设厂可以让我们对于整个企业营运有更大的控制权，而且不需要花很多精神去跟当地合作伙伴进行沟通协调。但是独资呢，也往往。 因为需要比较多的资金跟人才啊，所以呢，必须要公司的资源够的时候才考虑去使用。第五个就是呢，要拟定行销组合策略了。在国外市场营运的公司，必须要设计非常好的行销组合策略。其中最主要考量就是呢到底要不要进行标准化。标准化的产品、广告、配销通路可以让我们的 整个行销的成本大为降低，但是呢，如果我们进行产品或者是推广的修正的话，往往可以让效果更好。像可口可乐公司，它基本上是采用比较标准化的策略啊，虽然有小幅的修正，但基本上在各国提供的产品或者广告是一样的。相反的啊，健牌口香糖在各国啊则 有一些比较不同的产品，比如说在新加坡，他们甚至于推出榴莲口味的口香糖。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只针对产品策略作为啊，呃，我们一个范例来加以说明。在进入国外市场的时候，产品到底要不要去调整？有三个不同的决策。第一种呢，就是直接延伸的决策，也就是说，把公制产品。 原封不动的就推到国外的市场，可口可乐就是直接延伸啊来推广它所有的可乐的产品到全世界。第二个策略呢是产品的调试，也就是说根据当地市场的需求来调整它的产品。像通用食品公司替中国、英国、法国、拉丁美洲人设计不同的咖啡，因为中国人喝咖啡要加糖、加奶精，而 英国人喝咖啡要加牛奶，法国人喝咖啡不加牛奶的，拉丁美洲人甚至于喜欢在咖啡中有莴苣的味道。最后，就是产品创新的策略，也就是说，发展一些新的产品来符合当地市场的需求。比如说，像贵格公司就研究一些低开发国家的需求，推出成本比较低。 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品非常受到欢迎。最后，我们要谈到设计行销组织。国际企业必须要决定它的海外业务划分的方式，它可以采取地区别、产品别或者功能别的组织。国际业务如果按照行销、生产、财务等各个功能来划分，那就称为功能别的组织。 这种组织方式适用于小公司，而如果呢，地区的划分啊，按照全世界每个区域啊，或者是啊某个国家来划分，我们称为是地区别的组织；而如果由产品或者是某个产品类来负责它的整个行销规划，甚至于生产，那么我们就称为是产品别的组织。到底哪一个组织？ 方式比较好，要看哪一种知识比较重要来决定。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把国际行行销做了一个简单介绍，这也是我们整个课程的最后一讲。希望各位喜欢行销管理这门课程，我们要跟各位说声再见，谢谢。